这里太美啦。终于到牧场了，这下心踏实多了，不用再翻山越岭了。你走，直接从这上过去，从这上去。对，走啊，这边到了。来过熊，你们有多久没到这里来了？3个月。哦，你一看就知道来过熊了。你看一下里面那么乱。哇塞，这里面被熊翻过。对，看一下。哇，看看有没有动物，别一下跳出来吓人。以前没那么乱呢，是来过动物。对对对，以前我们在那个搬家的时候，这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嗯，那还那么重的保险箱，那个保险柜很重吧？3000斤。我们挖成草的时候。就放在里面，哦，免得白天被人偷了，因为上山要待很久哈。嗯，还有一片狼藉，熊还是挺，熊也会翻柜子那些吗？对，这样吗？走一下另外一个房间里。好，走一下另外一个，我们就做饭吃。这摩托你就会停好几个月，到时候会开，还能开吗？还能开。就是说挖虫草的时候开这些摩托车。对对对对。嗯，另外还有个屋又是什么？来，走一下。这边哇，又是摩托车。牛粪。牛粪，就烧生火的。对。这个是水桶是吧？对，就是油桶。啊？油桶。油桶装啥的油？汽油。对，我们夏天挖虫草的时候给摩托车。哦，哇，这里面都是牛粪。对，嗯，这门也不关，一关它就砸了。一关就是熊的话，它还会砸。对，铁皮也砸，铁皮也砸。就不关，它就看一下，它就走了。对，没吃的就走了。这就是我的那个搭帐篷的位置。哦。夏天你就搭帐篷，里面有你以前用过的东西吗？都有吗？啊，搭帐篷你不怕熊吗？啊，那时候的话，有狗有的话不怕。嗯。哦，这个，你搭帐篷的位置，哦。就是30平方的帐篷。嗯，30平方的帐篷，这个长的房子是桑吉爸爸和弟弟的。那这边是全家人放杂物的，对，桑吉他们在这边没房子，就是搭帐篷。这是从桑吉家拿的饼，他刚刚把火引燃了，在烧水。这我们自己带的椅子，带的面包、方便面，今天就可以吃这个罐头。刚刚锅里煮了这个腊肉，对，谢谢小云姐，太客气，这些吃的，先填填肚子，一点信号都没有。放几个月，他每天去爬山是吧？你们夏天在就牧场这周围能见多少种野生动物啊？各种各样，好多。各种各样。白川鹿。白川鹿。螳螂。螳螂。在园林。这没有，就刚才我们那个峡谷那边有。哦，雪豹一般就是要走，你要到有峡谷的地方。对。为啥？因为有岩羊是吧？对。它就是它。这边是没有岩羊。对，这边没有。这个刀工还可以吧？可以啊，这刀工好，开车也不错呀，炒菜也不错。炒菜也不会。我把这个汤舀起来就可以做饭了。就吃这个饼子加这个方便面也是很好吃的，哈哈，我们的锅撤了，刚刚吃的香香的，桌子都收了，这个屋里可能熊还会再次光顾，所以不收拾了。我们就准备离开这里了，夏天来的话更美，会有很多湖泊，但现在都结冰了，夏天再来。Ha ha ha!
我后面就是敌人。上车上车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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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车今天越野了，刚刚从这个河过来，这里太漂亮了，看一下，哇塞，看一下那个冰川一样，冰川瀑布。还要往前走一点，你看前面像盐湖了。现在车开到两区啊，那里已经是河了。他再走待会下不了车了，那个虎的呀！你倒回来，你过不来。我跟你说，你要陷到河里，冻死你。但那边确实好看呀，那个冰，你看这个嘎嘣脆，这个嘎嘣脆，这都是水，这里面越野，那越野上瘾了，这是回去了，不能再越野了，待会真的陷坑了，天又黑了，就麻烦了。你看，妈耶，坏了就掉这边，这景色太美了。都黑透了才回来，还是屋里面暖和。Hello， 小宝宝， Hello. 可爱。Hello， 他也会说 Hello。哇塞，哇塞，
哇，好高清哦！十块钱一张，卖你们。他们家远。我不要，我就这样录着。白嫖。白嫖，这个就是在牧场拍的吗？嗯，对，牧场拍的。哇，这是哪里？这是昨天我们去的那时候，跟你说最大的一个洞嘛。他有一张照片，好好看。哇，猴哥给力。我这个照片怎么剪的、哎？看到没有？我害怕那个大山呀！牛！这可以呀、啊，这配合的可以呀、啊。你说夏天就是这么美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去的那个，我们夏季牧场。夏天这么美。哇，你有那个帐篷的照片吗？就你搭帐篷的。给你看一下啊。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，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，站在这城市的寂静。